请到
尊敬的戒贤法师在古关寺弘法楼为我们做三天三个下午的开示弘法。我们福鼎佛教协会在2015年普观寺的弘法堂落成的时候，也邀请的法师在此为大众开示讲学。然后呢，我们佛教协会在各乡镇行为演讲，普及佛法，提升寺众弟子的佛学素养，进行了理论指导的修学。今年开始也一样，第一场有法师为我们开示弘法，紧接下来我们的佛学的骨干法师们发心会到各个乡镇去弘法讲学。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宁德佛教协会今年呢僧伽培训也号召起来了，在下个月呢，我们在平心寺太母山平心寺做宁德地区僧伽培训班，在平心寺培训，也邀请法师和平心寺的法师们为我们呢前期的出家众执事人员和各位师父培训。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缘，我们经宁德佛教协会的倡导，我们福鼎佛教协会也响应，在太母山平心寺作为我们四众弟子的培训中心，在此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全国各地非常仰慕太母山平心寺的立宗道场僧伽制度僧团管理，都想来学习啊。那么我们福鼎宁德都要每年在平心寺培训一期僧伽培训班，一期居士培训班。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各乡镇法师们去弘法去普及，然后呢在各乡镇的代表居士的团队当中，能够选拔出我们到平心寺作为居士培训，这样子有利于我们三宝的认知，护持三宝的功德，知道佛法的修学，那么才会真正的找正知正见的居士之路。出家者培训的，居士者培训的，四众弟子那真的就有法。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次的弘法活动，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踊跃的报名，对于号召写法产生了欢喜心。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请到戒贤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是非常有福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法师开示。会长、贤智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出家师父、在家居士，大家下午好。这次有两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呢，佛教学会呀，福鼎佛学
差我来跟大家讲两天课，就是第一个因缘，因为这年也刚刚过，按福鼎人说啊，现在还是讲不好啊，还是在正月当中啊，今天好像是个黄道吉日，好日子，好像是满街都放鞭炮啊，这也是愿我们福鼎的居士和百姓呢、啊，能够这个平安吉祥。那么第二个呢，因为不光是这里有一个学习佛学班了、啊，他们延续的有7年时间。那么第一期啊，年内他们算是告一段落。那么第二期呢，准备开始，计划在今年的农历2月份，要开始继续学习，也非常难得，法要法师又答应，这个班呢、啊，我看谁都答应不了，因为一直那么不缺席的，坚持着，那么法要法师慈悲答应，带大家积极学习。就学习之前呢，又差我啊，先来跟大家开个头，讲两天课，那么也只能这么答应嘛，说不好听的，吃这口饭嘛，咱们要做点事情嘛，要么怎么去报恩呢？报答呀、啊。本人也不太愿意讲，这几年出来讲的机会很少，以及我在山上呢，在寺院里也很少讲课，因为现在山上有一些法师，他们能代课能讲，我就很少讲，几乎一年也就只讲那么10来堂课哦。那么今年过年他们要求我去讲，我讲了5分钟，就完了啊。那现在居士去找我见我也比较简单啊，他们要见我嘛，我就说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就完了，啊，你要见嘛，见一下大家都发菩提心，啊，那么没那么多事情啊，我这个希望呢、啊，不要太多事情，这样会好一点啊。那么这一次因为这么一个两个因缘。来普观寺啊，普观寺我是2015年吧，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善身经。那么这一次我们学习的课题叫净土或问啊，他们说叫我来讲，我不知道讲什么好，然后他们佛学班的同学说要不讲讲净土啊，我说那也好吧。那就讲讲净土，净土或问的内容啊，以前讲过一小段，没有全部讲。这一次我决定以后回去仔细看看呢、啊，内容似乎有点深啊。那有一些师傅说深一点好啊，要不太浅了也不好啊。等年终了搞卡米基乌哈，卡路了搞卡米基乌，这个要深一点。啊，那么如果说初学的人可能会有一点困难，那么就随喜啊，学一学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发现学佛的人呢真的不少，各个地方都很多人啊。那么今天好像从去年入冬以来啊，是最冷的一天，似乎感觉是这样。整个冬天太姥山都没有下雪，今天山上下了雪了，说明是蛮冷的啊。今天汽车开车那个车里面的温度显示外面温度是2度啊，到底多少度也搞不清楚，我觉得很冷就是。
今天衣服穿很多啊，我们这里现在好像是开的是空调啊，蛮暖和的，这个所以说学佛人很多，那学佛的人很多，发现烧香的人更多，尤其过年哈、啊，我们这年过刚过没多久，各个地方的烧香的居士多得很啊。听说南普陀初一就头过年那天晚上到初一有16万人到庙里去烧香，这什么概念嘛？啊，早期我看的信息说雍和宫啊，那初一那投香的人有77000，啊，跟南普陀相比还差的很多。啊，湖北那边有一个寺院呢，他供的有财神，初四那天去财神那里去烧香有多少人？60万，这么多人。怎么会这么多人呢？这就叫我说烧香人很多，拜佛人很少，是不是这样？大家总想去拜拜求一点什么，我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国民呢、啊，整个国民的一个信仰的缺失。你说去财神那里烧个香，他你就发财了，你这么好发财，那就天下大乱了，对吧？那平时我们通常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过年了我去烧个大大的香，满街都有买大大的香啊，烧一根有用吗？那多少有一点用，我觉得是破坏环境污染更加严重，不要去那么烧香。作为信徒啊，居士们，我们不要烧那么污染环境，那不信仰的人很反感，满街吹那个烟飘啊、那个粉尘啊，都是污染环境，不环保。烧香烧好香啊，烧一根小小根一根就够了嘛。所以这个烧香人很多，拜他是去拜嘛，他不拜他只烧香而已啊，拿着香在那念一大堆，保佑家里平安，孩子读书上学考第一名，哇塞，这一大堆念，是不是这样？这就是烧香人拜佛，他拜他不拜，也有去拜的人也不少，各个道场都有拜忏呐，他也有去拜。我发现拜的人很多，信的人很少，信仰的人很少，不是真正的信仰吗？你说没信仰，他都有信仰，他都说我也信佛啊，他是这样。所以说这样所谓的泛泛的信仰很多，真信的人很少，真信的人很少。所谓真信，你要去追求真理啊，要了解这些道理。啊，前几天吧，我去福州，他们佛协开个小会，我去参加，遇到两个居士，有一个。也是说是居士吧，介绍去找我，找我干嘛呢？他说我是对佛教有一点好要，但是没有真正谈得上信仰。他说我也到处去参加他们的禅修活动。他说我以前是无神论者，现在多少有一点信仰。我说你没信仰，你不要找我。我说我是有信仰的人。他说我想你能不能帮助我嘛，增长一点信仰的信心。我说这很难，两句话就把你这个信仰搞定，我就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啊？没那么简单。所以说这个真信的人呢、啊很少。我立即说我说佛教里面讲的一些道理啊，无常啊，因缘啊，这个你相不相信？这个我相信。我听相信有释迦牟尼佛吗？他说也相信一点。我说那相信一点那就没话说了，你一点还不够啊，我得点好几点才可以啊。那真信你不能说他不真信，他也真信呐、啊。但是真正为解脱生死的人呢不多，为解脱生死的人不多。那很多出家了，他难道说他不是为解脱生死来出家的吗？
你不能说他不是啊，他都为解脱，干嘛出家？解脱生死啊，了生死来出家的。真正幻下的人又很少，为解脱生死是没有错，幻下了吗？幻下很难的，诸位，啊，幻下很难的。庙没人住，有时候请别人住，转让给别人又换不下，就连怕员工啊，我天，啊，我这庙没人住啊，你把我请一个人来吧，我这庙就给别人管了，然后呢换不下，在后面还跟人家打仗。不定常常这样，不定自己没人少，现在人少了，人少了要请别人来住，本来你请别人住就住，都是一样的。当然放不下，吵架，就骂，就连着骂，佛协就连着去协调啊，佛协都要下乡去协调，干嘛呢？庙吵架了，干嘛吵架了？他说他请别人了，那现在他呢又放不下，又跟人家去吵，干仗。诸位，为解脱生死说的是可以啊，说都会说，放下了吗？放不下。啊，来听法的人也很多啊。听的人是很多，真正去信去行的人很少。为什么？法难入心呢？法很难入我们的心中。为什么？实在没得可说了，业障深重呗。业障深重，是吧？障深会浅呐，才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产生。所以说现在到处听法讲法的人多得很啊，多得很。他真正的学佛为的什么，他不一定明白，到底怎么去修啊，怎么去做啊，真的有点乱，现在真的有点乱，五花八门的事情都有。所以说信佛学佛不是赶潮流啊，学佛是要找到归宿啊。所以就听法，它不是赶法会，诸位，不是赶法会，而是在增长我们的闻思，要增长我们的闻思，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啊。闻了要去思思的去修啊，要明白这个义理，如何抉择，对吧？皈依不是搞这个人脉关系，我找个师傅啦，这个师傅这个对我很好啊，如何这般。也不少人这样皈依了以后，你就跟他去别的地方，一定要来我这个寺庙啊，你在我这里皈依，皈依我，怎么是皈依你呢？皈依三宝啊，祖先，不能这么理解啊，啊，皈依三宝，你只是做介绍而已啊，啊，那么呢，皈依的目的是干嘛呢？是要让人家了解自己有一个归向依托啊。布施不是去买功德啊，买个功德花多少钱买功德，乃至做佛事的花钱去买功德。布施是舍弃兼贪，贪欲贪心把它舍掉啊。拜佛不是锻炼身体的弯腰啊，而叫换下傲慢，把傲慢放下来，那是这个拜佛的目的啊。那烧香，我看前面讲的烧香那么多人，烧香不是跟佛做交易，我烧了香了，你要给我多少的好处。烧香是规范自己的行为道德啊。所以说现在有不少学佛的人，他到底干嘛他不知道，喜欢到庙里去跟师傅聊天泡茶喝，有没有这样？很多居士喜欢到庙里一去就干嘛？泡茶泡茶泡茶，就泡茶，泡茶干嘛？在聊天啊，是不是想真正从佛法当中得到利益啊？三宝师父是你皈依处，要起这么一个恭敬心的作用，对吧？那么现在呢，现在也不少人拿那个珠子啊，这个佛珠啊，那佛珠各种各样，现在市场的这个千姿百态，什么样的材质的都有。那居士现在也开始挂珠子，那有的挂在外面，有的挂在里面的比较多。你这个珠子干嘛用呢？
珠子干嘛的呢？现在变成装饰，装饰啊，出家师傅也喜欢这么挂着，后面弄个穗穗很长，没牛爬寒冬。哦，这是干嘛的呢？珠子是让我们计数的嘛，计数让我们提起正念，拿着珠子提起正念，念佛念咒计数所用啊。这个是说这个基本的理念，我们把它搞清楚，就会不会盲目的去做。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换身，换身怎么个办法呢？去市场订购，跟那个做鱼贩的人谈，我明天要几百斤的鱼，你赶紧帮我捞，捞来去换身，啊。现在尤其受藏地的影响，藏地也比较提倡换身，换多少？他讲的是换多少条生命，要几万条生命，要换干脆换熊猫啊，换得起吗？熊猫你也没得买呀、啊，他买什么买螺，螺一样啊，去专门的捞那个小的螺，一筐一筐的捞，然后一筐一筐的换。到处换，有的咸水换到淡水里面去，淡水换到咸水里面去，他换了就好了，换身功德殊胜行啊，换死了他不管，其实很多换身都换死，你不去换，那人不会去捞啊，去捉捕，捕鸟抓鸟，有的鸟它是养的，家养的，你把它换了，它根本就不知道觅食。鸟啊，从小要他的父母带他去觅食的，他家养的，出来就不知道怎么弄，换山上经常换一大堆，换了以后呢，一大堆都死掉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理性的，啊，换身干嘛呢？救助生命，爱护生命，从这个角度出发，乃至吃素也是一样啊，吃素也是戒杀的角度出发，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去做会更好一点啊，这个乃至护法安身呢、啊，是令正法久住，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去得到多少功德。如果是要这么多的功德，恐怕这功德也没有。《金刚经》里面讲啊，若以为福德多者，福德无故啊。那么要空掉福德，乃正是福德真正的大。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呢，是在了生死，了脱生死，了脱生死，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死，这样才有的饭吃的去做。比如我们为什么这次要讲净土？先问大家学佛你要的是什么？你要什么？要健康，要长寿，要发财，啊、要求来生生个好人家。如果是这样的，也比较简单呀、啊，拜拜神也都可以，都能够做到。学佛不要求这个，不要求这个，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说你要什么。那有人说我修行啊，了生死啊，很多人都是这么讲啊。哎呀，我都这么岁数这么大了，我赶紧要修行了生死啊，但是。什么都放不下，这个是很大的障碍啊！所以修行你要知道修行的办法方法是什么，然后呢目的是什么，要知道啊。那么你在这个世间断惑证真有没有可能？断惑就是断烦恼，可能性有多少？你自己修这么久了，诸位，你修这么久了，断烦恼断多少？所谓惑，所谓烦恼，归结起来就是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无明惑比较难断，先断见惑。见惑就是贪嗔痴慢疑、身边邪见戒这几种烦恼，在三界当中所产生的众多烦恼引起的。然后呢，你有没有办法断？然后问你断多少？如果烦恼不断，你想出生死是不可能的。所谓了生死，你生死得了？我们有业，
有无明有业就会生死轮回，必定是这样。那么你自己断惑有没有这可能？断多少了？贪嗔痴慢疑断多少？身边邪见戒，听都没听说，见浓浓也甜个甜没的，听都听不懂。你说你了生死了到哪里去啊？了奥连列啊，是不是这样？你得抓小偷，你得发现小偷，你才能抓住小偷。小偷在哪里都不知道，哪有小偷？没有啊，东西都偷到完了，你都不知道。啊，你也必须要断烦恼，然后问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今生有没有这可能性，是吧？入定，你有没有这可能性？入定，可能性有多少？能入定？哎呀，入定是什么样子啊？那打佛七不经常入定吗？啊，懒你我懒你老，是不是？那不是入定，那是睡着了，昏沉，昏沉。有时候我们上做过做早课，因为尤其早课晚课会好一点啊。尤其做早课，甚至睡着的也能念哦，睡着也能念，睡着也会敲哦。那是昏沉，不是真正睡，真正睡着哆哆落了，是不是这样？那不是入定。入定啊，这个初禅是怎么情形？你起码做初禅、二禅，你要了解，然后才知道入定。入定的状况是怎么样？初禅是离身喜乐，离身喜乐，离什么？离欲界的烦恼，离欲界的欲界是淫欲和食欲强盛，叫欲界。欲界是淫欲食欲强盛，离不开吃，离不开男女之间的欲望，这个离开了，离掉，然后呢，内心产生的欢喜，短暂时间，几天几夜，甚至几个月不吃饭，生命依然能够生存。那不是得了癌症的人不是很长时间不吃饭吗？那难道得离身喜乐地了？那是生病啊，痛苦夜没消完，那死不了。离欲界，离欲界的欲啊，叫离身而产生的喜悦叫定。不吃饭啊，你还有欲界的欲望，欲望还有，不吃饭还不行，还挑剔着吃，你根本没入定。你试着来嘛，你经常打打坐啊。我们就可以爬那抹黑，那没有入定啊！你眼睛一睁开，你就想吃东西哦，听到别人吃东西，你还生烦恼啊，是不是这样？那有人说吧，我出家了，现在不拿钱了，看别人拿钱生烦恼，多怨对己，不生惭愧心，他呵斥别人，其实自己想要。又不好意思拿，这是生烦恼，你还生烦恼啊？你随时随地，你说你什么烦恼都没有，看别人吃，然后呢，懒得我哪里倒，想吃啊？所以你没入定，没有入定，你烦恼福都没有，你更何况断，福都没有，把烦恼扶住，降服住，都做不到。更何况断，所以呢，了生死先要断除生死啊，断业，才能够转凡成圣的嘛。我这刚才讲的是初禅，那对于离了生死还很远呢、啊。它有四禅，有八定，四禅八定到灭尽定才能够出离生死。早得很了，
对吧？还没达到那种状态。所以说我们什么样怎么样在生死当中能不能做得了主，有没有把握，现在有没有把握，现在没有把握，死的时候也没有把握，死的时候没有把握，来生没有把握。诸位，现在有没有把握，怎么把握，我不起烦恼，不起妄念，有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是说你能够把握有几分，自己想想看几分，清醒的时候有几分，睡觉有几分，生病的时候又有几分，然后临终有几分，要做到这样吗？清醒的时候做得了主，睡梦能不能做得了主，睡梦做得了主，生病能不能做得了主，生病能做得了主，临终有没有把握做得了主，要这样的推。如果说不能你吹牛，你说我再来，来吧，肯定再来啊，第一卡再来搞不好是四个角流，有这么危险的 不要说别的了，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被整个网络系统给打乱了，网络系统已经把我们给打乱了，干扰的非常的严重，所以你不玩手机行不行？老了可能好一点的，现在我看老的也会玩啊，本来归会还玩微信呢、啊。一个老和尚80几岁会玩微信，他打字打不来就摁着说话，摁着说话，天天还跟人家，一条，真是。所以说这个网络现在干扰非常的严重、啊、你看到没有，现在发现一个腾讯新闻，一个阿里巴巴，把我们整个生活整个都乱了，秩序乱了，不是按照原来的套路来了，给人家钱不用手机压钱就给了，台湾本身本地台湾有一个老板在大陆做生意，回到台湾去告诉台湾岛内 的老百姓，台湾人看大陆人还是 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哦。但是我们早期确实是穷啊，然后他们没来过大陆的人认为我们忽悠他，说现在大陆还是很穷的，那个台山到回去跟台湾人讲，他现在大陆比台湾进步到哪里去了，你们都不去大陆看看，他们拿个手机什么都搞定了，他说台湾现在很多人手机还操作不来呀、啊。他们出门都不用拿钱，都不用拿卡，手机一弄就可以了，下一步就是这样啊。岁数大的出门就有点困难，我现在一个人出门都不敢出门呐、啊，那魅力呀、啊，是哎是哎，只要我的哎在一档，他给咱听俺爹讲不跳。出门去啊，岁数大了真的是不行。现在出门必须要拿个年轻人会操作的才可以，然后你取个票也不行。现在出门好紧张啊，又怕身份证丢了，又怕机票放在哪里找不着了，登机牌等下又插错的地方了，然后呢进那个卡又门口啊进不去啊，经常这样子。他们一弄就进去了，我这弄了半天进不去。他们坐高铁啊，坐动车不要去换票啊，直接拿那个二代身份证去刷一下，我刷了几次进不去，着急紧张啊，他身份证丢了怎么办呢？然后不让我进去怎么办？提心吊胆，所以说我现在很少出门，害怕。我多少还认几个字来了。你说完全不认字的人出门真的很困难，就搞不好真丢了，真丢了。所以说时代完全换个个，跟过去不一样的，他没有按这个过去那种生活套路来。但是现在人们受这个影响非常的大，诸位，你要修行了生死，一天到晚啊，如果说有3个小时玩手机的话，慢慢就会怎么样，懵了。被手机捆绑掉，你一天到晚不看那个东西都难受啊。
早晨起来一睁眼，手机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几条微信没刷的，是不是？睡觉前还得看几眼，然后才能睡，手机放在旁边。不少人犯这个毛病，他走路还在看呢、啊，他走路还在看，前面有经常跳下去的，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啊。嗯，滑的滑的滑的，嘣掉下去没了。是不是这样？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说现在我看呢、啊、现在修行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外面的环境啊，干扰非常之大。过去物质匮乏，生活贫瘠，简单呀、啊，天黑了去睡觉，他没有什么事情去睡觉，天暗了空就那可以。管得中从给他中感中的为什么你是不是这样包在床铺上。现在不用啊，他有的是玩啊。过去你看小孩子买那个什么玩具，小猫小狗的那个布做的啊、嗯、玩那个就可以。现在小孩谁要玩那个东西啊？小孩一点点大不会说话就会玩手机啊，他就可以智慧滑了，现在就会滑了。父母也觉得很高兴，哎呀，我的宝宝会玩手机了，真的很悲哀呀，真的很悲哀，我看着很悲哀呀。现在社会已经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干扰我们的生活。所以说你要去念佛也好，参禅也好，诵经也好，真的有点困难，有点。啊，虽然没有被着迷，没有着迷，但是它多多少少都影响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已经影响了我们了，没有它好像不行的样子，完了，就被手机已经捆绑了，没有办法。所以啊，这个修行真的挺难，故此这里告诉大家。我个人认为哈，不是完全正确，唯一念佛法门。念佛还有个东西可抓的，求愿往生还有一点点希望。如果你修别的，你想这一生了生死断惑证真，我看是很困难，不是说没有，真的很困难，只是跟大家讲很困难吧。好，我们现在回到本上来。怎么一聊一个小时快完了？嗯，还光光要猫咪啊？啊，大家喜欢听我讲的，就是我会跟大家聊一些实际的哈，真是这样，我给你乌羊乌羊啊，是不是这样？好，然后我们回到净土惑问，惑问怎么叫惑问呢？惑在这里当假设说，假设。关于净土法门的一些内容，那么假设问答，那不能说凭空而问而答的，他多少当时有这些情况，有人问过一两个问题，那么呢祖师呢依此问题而写成这篇文章。这篇文谁写的呢？是元代元朝哈、啊，宋元明那个元代的，天如维泽禅师写的、啊。那么维泽禅师是江西吉安人，现在吉安人，过去叫永兴的、啊、吉安人，他是。禅法学以中分明本国师，明本国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也是生活在元代、啊、曾经在元代有四位皇帝去拜访过他，那么有拜他作为国师的，也有去向他学法的、据说从唐一直到元代有这个400多年呢、那么这位中分禅师呢是比较出色的，他学禅学的比较好，
那么维泽禅师呢就跟他学，他修禅学天台，学天台教学，然后的再来弘扬净土，学禅哈，学天台，再来弘扬净土。那么净土佛问讲的是一个是思想理论以及修持方法，告诉我们一些思想理论观念应该怎么样，然后呢修行的一些方法，讲这个道理哈。那维泽禅师本身呢是得到禅宗的单传呐、直指顿法，然后呢他又推崇智者大师的天台，那尤其他崇拜的是永明宋朝的永明寿永明延寿禅师这两位大师的一些旨意，那么这里面引的也不少天台的思想，还有永明寿禅师的思想所在。好，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维泽禅师天如维泽禅师写的《佛问》，就是假设问答。我们看文：天如老人方愿莫以卧云之事，卧云指他睡的地方，住的地方叫卧云之事。方愿坐，他就是刚才在那里打坐，愿莫就是打坐，默然呢在那里静静的，在他的疗房住着。有客排达而入，排达就是推门，达就是小门，小门推进去啊，而入禅善人也，这是一个推门进去的是什么人呢？是修禅的人，修禅善，这个比较这个修的比较好的人叫禅善人，因命之坐，他进来了，门推进来了，听来已是来。天如禅师就请他坐啊，坐久，夕阳在川，壮烟将灭。夕阳在川就是太阳已经西斜了，要太阳要下山了，叫夕阳在川，照着窗户进来。那么他的疗丸烧着香，这香呢将要灭了。壮烟就是指的盘香啊，一缕一缕的烟是这样啊，快要灭了。客乃整衣起立，就刚才推门进去的这位禅师啊，起来，那整衣一整一下，从容而问曰，从容的就问天如禅师，却闻永明寿何在？却闻却过去是谦辞啊，意思说我曾听说，可以理解为我曾听说永明寿何在呢？秉当传之学于天台寿国师，寿就是德寿国师，是这个宋代的啊，是宋代浙江龙泉人，是天台的传人，是为法眼嫡孙，法眼嫡孙他传法眼宗的后代，叫做法眼嫡孙，宽土与寒之净持，他讲的是谁呢？讲的永明寿禅师啊，是学法以天台的德绍国师，为法眼的嫡孙，然后呢又宽重，就是领众以杭州的净持寺，坐下禅数千子，他听他讲法的人呢有数千人。其机辩才智，他的观机斗教啊，他的辩才智慧雷厉风飞，我们说他的雷厉风行，他的雷厉风飞就智慧非常的敏捷锐利。海内长林推之为大宗将，大家都推这个永明寿禅师为大宗将啊，永明寿禅师也非常了不起的一位禅师，然后呢后期也是这个念佛，以念佛倡导念佛法门。奈何说禅之外，他说永明寿禅师本来是一个大宗将啊，就是弘扬禅的，
那么弘完禅之外的自修净土之业，自修以修念佛，而且以教人，而且还以净土来教别人念佛。复撰检视西方等文，撰就是撰写，简就是简别，简别开示讲到西方，推崇西方净土信仰的种种文章，广博于世，它是这个广传于世啊，那么广大的流传于世间，即作四料简句，曾经有四料简句啊，四料简句学过的人知道哈，叫做有禅有净土那个。有禅有净土怎么样？犹如带脚虎啊！那么他有这么一个句子，他说其略曰，他底下也提一下，他有四了解嘛，有禅有净土啊，那么无常有净土，无常无净土，还是有啊这个有常无净土，有常有净土。那么无常无净土啊，它笼统有四句哈，有常无净土，十人九错路，无常有净土，万修万人去，它有这么几句话，四句它叫四料简。这个是有人提出来这个常客来问这个事情呢，他有明寿常是本来是修常的，为什么讲这样呢？说看他此等语言主张净土，看他讲的写的这些内容呢是主张净土，无少宽容，好像都没有任何的余地说啊，你关于修禅，它就有很多危险的啊，都有禅无净土的这个十人九错路啊，很危险的、啊。他说无少宽容啊，这一定要修禅的意思啊，哪怕是无常有净土，无常有净土，他都能够往生的意思。吾乃自趋其常，他说自己修禅的怎么会趋以禅法而不去弘扬而占净土耶？此亦非小啊，思其为我辩之。他说永明寿禅师是修禅的，为什么不去弘扬禅而去弘扬净土呢？这个问题不是小事啊。那么这个人呢提出来这么一个问法，问